官人，且留步听我诉说。我本是山中修炼的狐妖，一心想成人。谁料那日出门觅食，中了猎户埋下的陷阱。朦胧中，见一书生前来，将我救下，带回家中养伤。我动弹不得，心中却满是感激。原想待身体康健，便助他求取功名，以报救命之恩。没成想，那书生南柯一梦，梦醒后将我残杀，留下孤魂不散。我苦苦寻觅，才知他遁入空门，就在小雷音寺中。恳求官人取我毛发，化身前往见他一见，解我心中困苦。我知他藏在寺中偏殿，有劳官人带我去见他。
好冷。火！哎呀！英雄这是妙法，要险些冻死在这雪岭。哎呀，这边暖和多了。听闻这山中有片瓜田，乃佛祖数百年前种下，吃上一口，益寿延年。只是这天寒地冻的，我又无英雄这般法力傍身，找寻起来，实是艰难。嘿，此前有人瞧见一个胖头娃娃抱着西瓜跳下山崖，那人跑到崖边探看，没一点人影。料想那娃定是摔死了，却听得崖下传来孩子的笑声一阵又一阵，吓得那人屁滚尿流都逃了。我猜疑这其中定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莫非瓜田在那崖下？英雄不必在此守护，小生稍走片刻，待身体回暖便自行离去。我猜疑这其中定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莫非瓜田在那崖下？英雄不必在此守护，小生稍走片刻，待身体回暖便自行离去。
Ah!
Thank you.
不救祖！Yeah!
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哼哼，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，你根本做不成天命人，还是早登极乐吧。